今天又来开个箱哦，每天都开箱啊，制作成本超级高。今天开 Flare Pro 2，这个我们没有卖了哈，就说大家敲碗太久了。然后我有看到那个粉丝留言说，有没有人买一台给老板啦、啊，让他开开看啦、啊，这样，所以我就下单了啦，好不好？那今天到了哈，打开看一下，黑色版本的外出盒。我的小袋子里头是什么呢？好好奇哦，打开看看啊。这边有个小小的维修工具包，我们要把它固定起来的时候会用到。填压器，然后这个是预热用的，把手，这是有底的压力表，这是可以转动的，充电头，啊，这挺有分量的哦，下面，好，咖啡放这儿，滤片，底座。没有东西了，接下来就是把它煮起来。准备待会接我们的浓缩的咖啡粉，放在这个里面煮起来。压力表顶住这个压力表上面，往下压。它就出来了，然后这个呢是让你不会乱喷用的，这个我们待会应该不用，它原本是无底的嘛，就改成有底的而已，这样这样你们也看不到嘛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就不要用。这个头呢是需要预热的嘛，这个要盖起来，要不然你水进去它是不是就漏了，对不对？这是空的嘛，一直把它盖起来预热，然后就可以放着啦。磨个豆子，最近有一个圣罗莎，这个是瓜地马拉，我们先用生培的啊，不要折磨它，也不要折磨自己嘛，啊，然后用这台磨，这台叫李维，这个礼拜天要做那个手摇大乱斗嘛，第二届了，然后对，就是这是跟朋友借的啦，这不是我的。这个刻度我调好了，啊，已经磨好了，吸粉器放上来，拉起来，好拍拍，然后均匀一点，这个热的差不多了吧？我们把水倒掉。保温能力还不错，它现在还是蛮烫的。煮起来，把它放上来，压力表调好，好，准备压，它压力上来了。嗯，我们呢预计是，它的建议是六巴左右嘛，六巴上下。那我们现在用的大概接近五点多吧，做出来的效果。Flare Pro 2啊，专业版的，因为它现在58好像没有货嘛，台湾大家都买不到嘛，对不对？还在等嘛啊，我们先开这台来看看它的逻辑怎么样，好，还有我对它的。想法是什么？好，那我们刚刚做了嘛，哈，前阵子才办那个手压浓缩大乱斗吗？有好几个迟到，对不对？一个是牛顿迟到了嘛，哈，一个 Flare 迟到了嘛，啊，那他来了嘛，哈，那在我们用过这么多各式各样的里面，一定会有我喜欢的部分跟我不喜欢的部分嘛，啊，先说不喜欢的部分，好不好？基本上我觉得它的零组件有点太多了，你已经准备吸行箱让大家带出去了，但你固定的方式为什么是用锁螺丝的呢？然后出门你要外出已经是帅的了，你要带这个六角扳手，
大家已经帅帅，牛顿已经出三杯了，你还在那边说。我觉得他想的蛮周到的，但是有点太周到了。所以他总共零件有多少呢？我们现在猜了啊，一个是把手嘛，一个底座，对不对？两个，然后沥水盘，这两个，总共多少？四个，让你预热用的塞子，五个。这个你也许可以不带，我不管，我要算六个、七个粉碗，粉碗的滤片八个，松鼠头九个，这已经第十个了，填压器十一个，接粉环十二个，压力表十三个，还有可爱的六角小东西有十三个，你要怎么带出去呢？那当然有些东西可以不带了哈，比如说这个跟这个可能可以通用，那我就带漂亮的，我给朋友看嘛啊，带漂亮的。那滤片你以为可以扫吗？不能扫，因为你如果没有的话，它热水进来，咖啡粉碰到水就开始膨胀，开始冒泡泡了，就往上冲了，所以这片一定是要有的。所以我觉得它的那个结构有点太复杂，这是我觉得不那么理想的地方。这里按压的部分，我会觉得是说，你煮上来放上去的这个操作逻辑啊，可以理解，但是这样不帅，对不对？你要手过来顶住它，让它进入它萃取位置，它才能运作。好，就是它这个蛮近的，你如果拿起来，很容易就撞到了。其实我已经撞到了。就是这个逻辑，变成你要去注意的事情比较多。喜欢的点，想跟大家一样了哈，就它漂亮嘛。说实话哈，我觉得它的做工是一等一的漂亮。它很多东西它想得很周到，有接粉环啊，有自己的填压器啊，然后出杯的表现呢？我觉得非常的不错，比较少的粉量，对不对？然后可以达成那个 creamer 的效果，我觉得是蛮好的。优点味道不错，然后漂亮嘛，啊，应该大家想法跟我差不多了，啊。那但是如果是跟其他的这个手动浓缩的比较的话呢，我挑这两只。大家来比对一下，因为他们的说实话售价差不多，他们两个的优势其实很简单，他的粉槽比较大一点，可以装的豆子量比较多，那一寸长一寸强嘛，啊，然后这个 Roba 呢，它能装的粉更多，以它这么小的粉碗呢，它能做出来的浓缩的品质是我觉得相当不错的，想必58会更厉害，看了有机会我们再买开箱给大家看看。然后操作上，我觉得牛顿是最简单的，要把粉填进去，热水加好，往下压嘛，就搞定了。而且它可以把这个空间里面的水都排干嘛，所以你拆下来的时候是干的，它呢其实拆下来会是湿的，因为你没有办法再往上提。它会跟着上来，没有办法把粉饼挤干。那 Roba 呢？因为它两手失力嘛。然后这三台其实我们都没有卖了哈，主要都是买来跟大家分享说，操作经验怎么样这样子，好吧？那当然没有一台手动浓缩啊，没有一台机器，没有哪件事情是超级完美的啦，没有啦。好啊，有传闻中这么神吗？我只能说他做出来的浓缩呢很不错，好，那他呢也很不错，那他呢也很不错，所以同等价位上面就是要变成说你会选择哪一台呢？我觉得好是要看你自己的需求是什么，我希望可以连续做出杯快速的，好，那当然牛顿嘛，因为他操作真的太简单了啊 ，Roba 的操作相对是复杂一点，它的优势就是它不用预热，然后粉量又大，
Roba 做出来的浓缩也不是开玩笑的，口感超级好。然后 Freya 呢，令人佩服的点是说，他透过他的设计，用这么小的粉杯可以做出这么优秀的浓缩。我不会跟大家说，哎，哪一台绝对好，但是主要看你自己的需求。那当然 ，Freya 就是摆着看的就爽，对吧？它的工业设计，真的是跟其他两个有很大的差距啊。那当然，如果你单就做出浓缩的品质来说的话，我觉得这三个表现都是非常好的。然后这三个我们也没有卖了哈，我们有卖就是豆子而已啊，多买一点胡须的豆子，我就可以买更多机器跟大家玩，好不好？下次手动浓缩大乱斗就会有它了啊。那当然58版本我可能会更期待，只是现在没货。所以这三台你自己会选哪一台呢？每个人需求不一样吧哈。不一定 Freya 就超强，也不是 Roba 超强，也不是牛顿那个嘴炮王就很特别厉害，没有。那今天这个 Freya Pro 2开箱到这边。好，按照惯例，那我们的试喝员来喝喝看，怎么样？好吗？还不错，每一台有每一台他们的强项啊。这礼拜天下午3:30，我们会有这个手摇磨豆机大乱斗第二一届。礼拜天会出场的选手有谁呢 ？Lido OG、EZ 系列、Kino、C40啊，还有一些有的没的啊。我手边有的就是尽量拿出来跟大家玩一玩。今天这个 Freya Pro 2我们就试坐到这边啊，我已经开箱了啊，不要再敲碗了啊。当然是我希望了，以后是我真心喜欢的，我买来给大家看了，好吧？啊，当然你们的期待我尽量符合，但是这个制作成本很高呢。啊，一台一集节目要花将近10000块买器材，也太亏了吧？对不对？豆子多买点嘿。喜欢我们影片记得订阅、按赞、分享，下次见。好，那礼拜天直播的时候呢，我们再看到时候要用什么机器萃取了啊、哦？手冲浓缩可能都会玩到吧？啊、哦，好，要来嘿，礼拜天嘿，3:30哦，手摇磨豆机啊、哦，有什么问题啊、哦？可以当天问，或者是也可以先这个 IG 小飞机我。啊，到时候如果可行的话，或者我们手边有，我们就拿出来比较了。OK， 啊，那你觉得他要进名人堂还是回收区呢？嘿嘿，好，礼拜天见，拜拜。